牺牲我自己一员，鉴别情深，家庭幸福美满，令人称羡。夫妻在任何亲热情，家里育有三男一女，子女皆成家立业，谨守工作岗位，积德行善，见各位掌声，还有谁？都上来没有？哎呀，刚才到来，来，你不喜欢那个单位呢？来，看前面，请看前面。全世界都在庆祝这个节日，在这里我要非常诚恳的祝福在座的所有妇女乡亲、妇女姐妹们，妇女节快乐，大家都阖家平安幸福，祝福大家。其次，我要恭喜今天得奖的模范妇女、模范婆媳，还有幸福家庭，谢谢你们的付出，平常相夫教子，对邻里合作，和气，对社会付出，你们的付出足为我们地区妇女的典范。我要跟大家报告，过去妇女代表的就是很温柔，是相夫教子、贤妻良母，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上，妇女的地位已经远远的超过过去了。不仅仅在社会上地位很高，在政治上、经济上也是是风行的。像今年我们的总统大选已经是女性啊，已经是女性了。像我们马部的主任陈玉玲主任也是女性的。我们给空中的一点掌声鼓励一下。或许以后地位的国防部女部长就是我们陈水扁。我想从过去这一年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地区妇女在各个领域啊为家乡所做的贡献。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主管
四女性团队，让我都看到地区妇女在各个领域、各个阶层的参与，投入地方的建设。我非常谢谢地方所有妇女朋友对地方的贡献。我也相信，我们马祖很快的就会有第一位女县长当选，好不好？好。最后，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健康、快乐、平安、幸福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刘俊。